我是姐姐，叫倩拉珍，是门霸组的。我在2019年毕业于江西服装学院。我是妹妹，我叫明珠错萌。我2018年毕业于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。在2020年回到我们的故乡林芝市墨脱县碑峰乡江心村，在村两委的帮助下，我们学习了食用菌种植技术，现在承包了2个温室。经过1年的食用菌种植创业，已经赚了50000多。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带动作用下，让更多的门巴组兄弟姐妹都富起来。